开门，开门！想不到连学校都沦陷，我们要小心排查每一个进来的人。杨文，他在哪里呢？会是谁呢？英语老师、音乐老师、美术。周慧敏啊，你扎水不好扎明星啊！我没有，我没有。喂，周慧敏又点会出现喺呢度啊？我很快就要来广州看演唱会，场馆就在附近。刚刚路过啫，我不信，除非你给我们三张门票。你就想啦，梗系自己买嘛。真系喂，真系悭妹喎。咩悭妹啊？你走啊你！虽然他是假的，但我不忍心。太好了，你们三个没事。什么时候进来的你？你们刚刚推周慧敏出去的时候啊。我还拿了个铅笔。又知道我们在这？我在楼下就听到你们的声音了。走路没声，标准台词，确实是班主任的技能，还是要小心点。老师啊，不如你去看看外面有没有其他同学。啊，对哦。哇，外面真的好危险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呀！你看，你看，你看。哇，哎呀，没了，没了。看东西都不能光明正大，确实是班主任的技能，还是得再小心一点。没有啊，就剩下你们三个。你们这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。我刚才在隔壁班啊，至少都看到六七个。绝对是真的班主任。哦，你们在这里啊？体育老师。对啊。喂，你干嘛啊？为什么要打体育老师？你们忘了吗？我们两个月没上体育课。对哦，班主任说啊，体育老师病了，休假两个月啊。哈，自投罗网了啊。但他好像没变化哦。到时候不是嘞，真没反应哦。体育老师嘛，扛得住啊嘛，看着了啦，你看，你看看。你看，有病了。